大家好，我是 Angel。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尬聊，尬聊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例子吧。Hey Angel， 昨天的相亲怎么样啊？唉，别提了，尬聊了一个小时啊。亲爱的，我男朋友的父母想要见我。啊，见家长吗？是啊，这下我得跟他们尬聊了。怎么样，你们学会了吗？